来，开始。明，我相信你对我的承诺，我要告诉你，我爱你，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。完了，太好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俩肯定会幸福的。真的？哎呀，凭着我谈48次恋爱的经验，我告诉你，你俩一定会好。真的吗？我要骗你，我是你孙子。行，谢谢大哥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嗯，大哥再见。小姑娘真好，啊，小伙子也不错。哎，真好。看下一封啊。1栋2门3号，这是干啥呀？这李春明啊，不行，这姑娘受不了，妈，我先拆开看看吧。亲爱的莲，亲爱的莲，亲爱又来了，亲爱的莲，我还是觉得我满足不了你的要求，当不了真男人，咱们还是别在一起了，分手吧，祝你幸福。妈呀，他又变了。莲大哥，你怎么还没走呢？奶奶，我是你孙子。怎么了？他又来信了，他说不跟你好了。大哥，你别忙活了，我跟你走。我家里还有一个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就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去他那儿，我当着你的面，我跟他表个态。大哥，你坐，你看我这样说行不行？明，我爱你，我离不开你，我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条件都不提了。我相信凭着我们俩的双手，一定能创造美好的明天，创造幸福的未来。行，太行了，我好感动啊，好长时间没这么痛快了。大妹子，快递费我不要了，我陪你去。行，等等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